嗨，宇哥，你吓我一跳，你干嘛去了？采茶叶去了。在这里吗？不是，是那里。半山腰啊？对呀。那你可要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，没问题的，已经习惯了。不管怎么说都要注意安全，不能大意了。好，知道了。你这是拿来自己喝还是去卖啊？卖掉啊，进城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卖掉了。你这有多少？1斤左右吧。能卖多少钱啊？像我这些能够卖30来块钱。啊，一大早才30来块钱啊？不少了，前几天那种毒呀能卖60到80嘞。好，一会儿进城的时候我送你去。宇哥，你不是说明天才进城检查吗？明天我有点事情，我们提前一天去吧。好吧。青青，给。这什么啊？我看你的手都是。手啊。所以给你买了瓶护手霜。没关系的，像这个我平时都不用的，要不宇哥你带回去自己用。我平时也不用啊，留下吧，买都买了。好的，谢谢。你去试试。那我去洗个手。张叔叔，我是小雨啊，哎，我扶你。雨哥，不用扶，你快坐，让爸爸自己来，这样可以锻炼一下他。青青，看样子张叔叔比以前好了很多啊。是啊，现在爸爸扶的东西可以自己慢慢坐起来了，多亏了你，雨哥。太棒了，我看你还在给张叔叔喝中药啊。是啊。我也不知道你拿的是什么中药，按时间来算，应该也快吃完了吧。油也应该没多少了，等会儿到医院我们再拿一些吧。嗯，也是，顺路可以拿一些。张叔叔，走，我们去做检查了。帽子等一下。青青，你真的好孝顺。来，慢一点。啊，脚放上来。慢一点。慢一点。宇哥，你吃饭了吗？还没呢，一会儿到城里去吃。这样多浪费钱啊！你等我一下。好。一会儿再吃。
叫我把车停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先去把茶叶卖掉。我们还是先去医院吧，不然等会儿医院可能会排队。还是先去卖掉吧。倩倩，你是担心钱吧？没事的，医院的钱我来付就好了。不好吧？没什么不好的，坐好了，走了啊。所以说今天我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？不如今天就由我们的高大厨烧鲫鱼汤给我们喝好不好？今天我请客，你不可以跟我抢啊。好，今天你说的算，张叔叔喝鲫鱼汤对身体也好。嗯，是的。宇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把茶叶卖掉。我跟你一起吧。不用了，你就在车上等我就好了。好，那你快去开会。好的。这个给你。什么？哇，好漂亮哦！你戴上我看看。好。好看吗？好看是好看，但是好像缺点什么。缺点什么啊？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口红吗？对，我看你平时也没化妆，不过口红的话，女孩子应该都比较喜欢。这个应该很贵吧？这个不贵的。那下次不要乱花钱了。好好好，知道了。做好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宇哥，宇哥，你在想什么嘞？没什么，我能有什么事情？但是你看着不开心啊。就是公司的事情有点累。但是好像你真的有什么心事哎？我的都是小事，鱼弄得怎么样了？一会儿就好了，去把桌子收拾收拾，碗筷摆一摆，等一会儿就可以吃了。好。我们先去喂张叔叔吃吧。不用了，宇哥，你先吃，我先去喂爸爸吃，不然一会儿凉了就有腥味的。没关系，我跟你一起啊。没事的，一个人吃饭也不香啊。吃鱼了，吃鱼了，吃鱼了。宇哥，嗯，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宇哥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帮助了我家很多很多，所以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，来拿着。什么啊，这么神秘？快看一下。承诺书，本人高青青自愿为王宇打工，不要任何报酬。承诺人高青青。不不不不，这我怎么能收？一定要收下，这样我心里才会安稳一些。哎，傻姑娘，
这样的东西你可不能乱给别人写，到时候把你给卖了。玉哥，你可别把我卖了。怎么可能，我开玩笑的。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，我可是认真的。好了好了，但是你记住啊，以后这个东西不能随便给别人写。好的好的。好，我们快吃饭吧。好吧。张叔叔，我就先走了。看到你一天一天好起来，我也很开心。我爸爸也很关心你的病情，叮嘱我一定要把你照顾好。钱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你安心养病就好。我们作为晚辈的做事没有那么尽善尽美，家里还需要你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谢谢你，改天你有空来家里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今天不是刚刚吃了鱼吗？好，没问题，那我就先走了，要好好照顾好张叔叔。好的，放心吧，你开车慢一点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这傻姑娘，别人对她一点点好，她就对别人掏心掏肺的。